朱韵。还真是你啊。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方志敬。好久不见，方志敬。李轩，咱们一起参加比赛吧。为什么改变主意了？我就是想参加了。告诉我原因。告诉我原因。刚刚那谁啊？我家司机。司机啊。啊。公主需要人扛包吗？你这没多重，而且里……那你别磨蹭，收拾完来基地。把文档和代码拷给我吧。有空了。他不是我家司机，他是我妈同学的儿子。然后呢？我和他从小就认识了。哦。他就是那个会画画的暖男是吧？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是他吗？不可能吧。会不会是看错了？喂。喂。新年快乐。那你在哪儿？下雪了。刚刚那是你吗？哎，你怎么关了？走。去哪儿？我发小这几天在这里办画展，请我去看，顺便去找找灵感。不去。那出去走走，万一能想到什么呢？我发小很厉害的，我上次帮柳思思翻译的论文就是写的他的话。没空。那明天去。这两步路你爬过来的。你打扮了。你就穿成这样去看你发小画展了。去看我发小的画展，你穿什么骚包干嘛？看来你这发小又不怎么样。公主那么怕冷，要不要给你准备辆马车？早知道就不给你选排球课了。我知道，你是想让我活动活动。你那个背和锈竹了一样，打都打不开。天天在基地敲代码，我就是想找个机会让你多动动。你这心
我领了。可以啊你，我还在想你状元要是挂科了，面子会不会没有地方放。你怎么了？哎，李轩，你怎么了？李轩，你怎么了？李轩，李轩，朱韵，要不我们两个一组吧？咱们这实力差的太多了吧？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教你啊，而且我可以保护你啊。行，把组名都报一下。李寻，江星驰。谁要跟你一组呀？不想比比吗？其实你不用跟江星驰比，人家是国家二级运动员，还是咱们校排球队的主力，谁打得过他？看来你很崇拜他呀。不是，但人家天赋点就打在这里了。点在哪儿？点在哪儿？啊？放开，这全是人。服不服？放开。服不服？五体投地。下次再敢乱聊试试。我哪里乱聊了？他让韩家康把朱韵写的每一版都拷贝了，韩家康还写了证明，签字画押。先走了。向朱韵道歉，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瞎折腾。你也是啊。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折腾。知道了，公主殿下。你干嘛要叫我公主？那叫你什么？